大家好，您现在收看到的是湖南星火燎原对阵北京东炸团的比赛。现在我们进入到的是 B 桌的第一副底牌六圈尖儿。哟，图尖儿补的还不错哈、啊。成交。还得留对子是吧？关键点是能不能过对九。嗯。上行是三对是三手牌全。如果能过对九的话，这牌就防炸了；过不了对九的话，是没有防炸能力的啊。那应该会先对勾吧？七七打赢了，那就是过对九了。哎，确实，鹏哥这儿，哎呦，宽容这手上对十，地主还真有危险哦。看看对尖之后，吴逆山会不会先打个对九？是吧？哎呦，看看鹏哥舍不舍得拆呀、啊？对十上的对尖，你这个对九和刚才的对十是一样的作用的。哎呦，先打对九，这牌先后手的对九有区别呀、啊。吴女山敢打对九吗？看看啊，不一定敢啊。敢不敢打对九啊？下家大概率是没对勾了。好。漂亮，那这样也打赢了。对，你别想着说门板有个出个对勾，下家可能有对勾，你别想这事儿。关键对 K 对尖也有可能存在，因为他回头就是对 K、嗯、对尖是肯定没有的，对，对 K 是有可能的。漂亮。第一副平稳，没有分叉。第二副 A 桌已经率先完成，是蓝队的先手三分。圈二，给尾家吧。给尾家吧。两分最多。同意。四圈二，哎呀，还可以啊。看看他是先开个单圈啊，还是先看个对九去检验一下尖儿的分布啊。好，见尖儿是最舒服的啊，直接上小王。这个如果见 K 的话还闹心点，有可能还得拆尖慢打。